好累哦，今天测一下这个新的键盘，本来想说今天打个大时长，可是有新的键盘到，我还是想用一下新的键盘。今天 NG 是被扯，真的假的？那我现在来玩什么？我现在，你们看到是新的键盘吗？干，超漂亮的，干，这个键盘超美，啊，很小，我的滑鼠就可以这样飞来飞去的，你们知道吗？干，这键盘超美的，啊，景阳还有君卡。操！刚刚听到什么不妙的声音哦 ？I'm party。什么东西一直叫啊？靠背啊！滑鼠没，键盘没接好，他还在绕赛耶！带我们去跳灵骨塔。这小键盘就可以让我的那个滑鼠飞来飞去的，你知道吗？就不会他妈这边干，每次撞到那个键盘哦，真快吐血！你是女生？这边哪来女生？别骗了各位，这里都是一些妈的处男。对对对，大家都是女生这样。没有啦，这边尽量不要讲自己是女孩子，不然这里耳男很多的，比如说像是君卡，然后冰川，然后老乡，那么这边耳男很多的、啊，不要想的讲自己是女孩子，这边都是男孩子，知道吗？这样才安全。那小朋友对耳男一直秘密说：“安安，你要不要一起玩？安安，他妈啊，怎么没人？跳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都没人，这样到底有没有人啊？我操！我直接贴图正中央嘞，那十组一个都没有。有人啊，有人啊，干你！有人，赶紧打，赶紧打！操你妈，给我过来！哦，我自己也不会想去管这个了。Wait a minute！ 靠背哦。”你他妈的，你敢不敢再多打一点啊？哈哈哈！哒哒哒哒哒哒黑人，少啊，对吧？还有人哦，好，来救，来救！去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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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射什么鸡巴呢，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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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我现在要进到会战的时候认真打，不然大家就很菜。Hello， 在救什么鸡巴呢？嗨，舔包吗？舔包吗？啊，舔包哦，来喽！妈的，轰哥，一个人跑过来深入敌营，以为自己很牛逼是不是？遇到鬼了吧？操！去哪人？去哪？里面是不是？来，捕手，捕手一波直接跑进来，我在后面。来，电弧先咻！来，来先来一个闪跳，哦，干你炮枪！那队友。妈的！呼呼！再一个，教你怎么终结。操你妈！哦！干我这锁烂，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干我刚那个牛逼超，有没有？妈的，操！不要炮枪啊，哥们！啊，那边招，
什么叫奇卡拉豆？奇卡拉。嘿嘿，骗一下你啦！你今天是一定会被我终结到，知道吗？你今天是一定会被我终结到，知不知道？你怎么按怎么死了，哥？被我骗到了吼！啊，不收！啊，啊靠杯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两秒两秒！操你妈！卡了吧！可以吧？哈哈，老詹，不手，吼他妈的，菜鸡！这个键盘它的那个反应速度超级快的，来小帮手来。哦，我操！妈，队友乖乖就当他妈的国民党吧！操你的！哦，天哪、啊，我太肥胖了吧？这不？哦 ，Oh my god！ 哦，干我这什么棋手？干对面不用玩了，这波赢定。哎呦哎呦我干你俩这到底是怎样到底是怎样干这波靠这也还没收过耶干是怎样啊再来把 301 吧这时候再来把哦哦哦我不懂干我今天我不懂，看我今天我看这波绝对牛逼，这波我造，哦这波我造，我不懂，这波我炸了！哦，干我这什么棋手？来，对面不用玩了。好啦，好啦，来开始问问题。主播什么时候上大师？不知道，你这季都上不了，你这辈子都上不了了，操！好，下一个，主播你帅吗？跟我家路边那一条差不多吧。新赛就有推荐角色吗？操！我是印度神童，我预测明天你妈会被我干啊！我知道，知道。等一下，我先把那两图弄出来。我现在我们需要一些那个回答的梗图啊！三大神兽来，我先把我三大神兽丢到公司里面。好，开始回问题。我们无畏群三大神图，我现在都是用这些图去回答观众。来，这个呢，我等一下说，就是如果你问我一些那种什么通灵的废话，比如说什么下一季什么枪怎样，我就会给你。大家好，我是印度神童，明天你妈就被我干，因为我通灵。然后这个就是，如果你等一下打一堆废话，然后我看了老半天看不懂，就是打那么多谁他妈看得完啊？如果你有一堆要求的没的，就是得加钱啊。OK， 请问主播肚子大是不是生鱼片吃太多寄生虫？没有。好，我们要来这个大家好，我是印度神童，有。
有考虑试看 Twitch 开台？有哎、欸，可是 Twitch 的竞争者太多，我们这边就是在这里，这边都那个、啊、处男全的一堆垃圾，我们这边一个垃圾有几个垃圾，像有468个垃圾，我们是468个垃圾，然后集聚在这边这样子。A 把八现在烂得很，那你就拿和平啊。主播为什么会有女朋友？因为长得比你帅。底分赚下一季在哪？来，大家好，我是印度神童，你妈明天就会被我干。好，下一个，下一季推荐什么玩法？大家好，我是印度神童，你妈明天就会被我干。好，下一个，三德缺复刻吗？大家好，我是印度神童，明天你妈就会被我干。来，下一个，可以叫 EA 评一下枪支吗？得加钱哦，得加钱。主播看过枪怎么打得准，但是打不准怎么办？干这打这么多谁看得完？欸不是不行啊，干还要再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干看不懂对方打什么小的。公司有地上梗图啊，等我现在。哦，这不是有智慧了。啊，好好好，干你啊，好就这样了。哦，你不要再问一些废话了，不然就是这不是有智慧了。主播知道新赛季不用手雷进武器库有 bug 吗？他妈那都是改多久了？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啊，好好，你要不要听看看现在自己在讲？哈哈哈。啊，好 好五大梗图啊、哦，各位。还有什么？欸，问题是可以问，但不要那么弱智，用点脑袋问问题。你们有上过国文课的？九年教育，像刚刚什么主播有看过枪打准，但我枪打不。What？ 你要不要听一看现在自己在讲什么？13岁穿上钻石正常吗？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好啦，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卡满管可以一管少死指甲吗？这到底是在问什么肺炎啊，哥？你他妈是不是去拔枪打靶哦？哎、欸，这里有没有人他妈的九年一贯没有弄完？操！啊，不然现在测给你看啊，他妈的！摆出12年国教失败政策吧，他妈的！卡，红甲不用满配，啊，不用满配就打死了 ，OK？ 打胸部也可以，不用满配就打死了，好不好？打楼下也可以，好不好？哎、啊，打到不行，打脚杀一发，行不行？坏了没 ？OK 了吗？